哇，这个口感太神奇了，好像好像肉肉哦。今天来吃个素哈。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泰国九皇斋节。九皇斋节起源于19世纪，由我国的福建人带到泰国南部普吉岛发扬至今，越来越多的泰国人也跟着吃斋庆祝斋节。嗯，其实像红烧肉的东东全部是蔬菜，这个更夸张哈，牡丹就是甜甜的叉烧肉，这看上去也太像三层肉了，肥瘦相间，好有食欲啊。咖喱土豆，这是他们家的素面，我要了一份烤麸猪肉，这猪肉啊就是豆腐做的，还有咖喱土豆，里面有土豆、番茄，还有面筋，来试试看哈。来，带走吧。好浓的八角味啊！还真的被我找到八角了。这个太辣了，不适合我。口感真的超棒的，好好吃哦。老板让我一定要试试他们家的叉烧甜猪肉。据说是魔芋做的，来吃一块肥肥的蔬菜哈，看上去啊垂涎三尺，整个口感非常的清甜，但是呢肥而不腻，毕竟是魔芋做的，但是很好吃，很像肉。哇，吃的好满足，再来一点甜品吧，他们家还有好多好多甜品哦。我要绿豆汤，热乎乎的绿豆红枣羹已经煮成像绿豆沙一样了，非常的软糯。他们家从5号到15号都是卖素食，真的好吃。有没有小伙伴要来跟我一起吃素食啊？我是丁丁，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。哦，素食的。